尾牙场开始了，先拜拜，剩下那些就当贴补您邮费吧，很少。好的，大家好，我叫鲁莽撞将军，而且我才八等，不然没调过东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先来领东西了。大家有看到这个就叫什么？这游戏叫什么名字？决战金将军，对，很好记的名字。我现在领一些东西好了，招募免费，巴斯龙，巴斯龙跟沙龙帕斯不知道差在哪里，免费，彼得连科，哦，彼得科连我还比较新一点，限时招募，还有限定将军哦，他这边一直给你用惊叹号叫你进来抽的意思吗？妈的 ，Tolio 八五，感谢，我先把东西领一领，抱歉。我最喜欢领奖，除职签到，我又没有要除，得记除职。你是觉得实况组钱好赚之类的？有什么东西可以领？稀有女将倒数计时，查看领取。嗨，嗨，嗨，修复通知。嗨，嗨，这是什么？不知道这是什么。将军补发，有没有什么好处啊？没有，抱歉。有没有好处啊？奇怪，好处系统呢？在这里。这个又是什么？其他。300 VIP 经验值，用10次。我是 VIP 了。金良经验珠，走开啦！鲁莽撞将军身为 VIP 五，好，谢谢你啊！有没有什么东西送？送我啦，给我钱啦！我说不是游戏币，我是说工商的费用。好。永久黄金建造队列，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三角。好了，谢谢大家，这就是我们决战金将军，先开始玩吧。我看一下这个，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呢，会发现这很像蓝色警察的建筑画面，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像。我也不知道它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像。先把它升级好了。它免费，好赞哦！我这个很简单，有免费我就点赞。蓝色警戒，没有，蓝色警察不一样。你看，连这个夜色我都觉得才十几年前好像听过，怎么会这样？哼，这样没问题吗？不可以这样啦。哦，碉堡发电厂会升级。七个钻，我几个钻？8385336，先招募好了。他不是有这个吗？限时招募，活动期间获得限定将军。你看，这个是我，虽然可以更换，可是我是金将军。哦，对哦，他有一个影片可以看给你们看影片好了，消耗一点时间比较安全。为什么这个画面歪歪的？哦，没有他画面上面本来就长这样歪歪的，那没问题，没问题。我糟糕。找个影片，不过这影片我觉得大家都看过了。影片，哇！以前都会很在一开始就把所有东西跟视窗拉好，弄得我的私人空间非常的狭小，一个不小心还会晒出我的一变态呢。
时日至今，我什么都无所谓了。出发。위대하신수른님이동지여러분조로군전녀씨가이리다조른김종기이리다여러분께정성쉬고아래어누리고자하니다우리조부군최근둘러세계최초의인조의가도를가바해냈습니다충청동인공지능뿐만아니라모든것으로다뚫을수있는무기와어느무기로도뚫릴수없는감아서장착하고있습니다우리위대한조국의인조인간은세계평화를유지한분만아니라내게생물화가도대항할수있습니다지구는더이상다른위계항태성병부로빠졌습니다인조인간의배명자위대하신김종근님께서는자기의이미지로인조인간의모형을만들었습니다인조인간은영혼이지구의수호자가되어주기를바랍니다 See everyone? The Earth is under my control. What's next? I want to take over the entire universe. Thus, for all those leaders, come to me.Those that didn't show up, they will regret their decision. Mr. Lebo Ken of Unity King, conquering the universe i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the Lover Cantor equipped with the biological weapons, his power will be much stronger. With my nuclear technology, the Replicant will be unbeatable.Kim, not only are you smart and strong, but you are handsome too. Nice. It feels like we all have the same goals. First of all, let's kill the jerks who didn't show up today. Let the world feel our power. This number has not been assigned yet.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try again. Thank you. What?Change his number without informing me? He must die. This is his new number. Shh. Why are you calling me? Reptor is as stupid as you and as ugly as you. Oh, mother. You're fired.I'm not allowed to play my mobile games. I want my chicken, my beer, and play my mobile game at the same time. Just forget about it. Let's continue our game. Chicken? You want me? Fine. Wait and see.终极警戒全球布防决战金将军现正下载中哇弄到我游戏都不想继续了然后刚刚大家都看到了是所谓的工商影片，虽然我看不是很懂，不过应该你们看得懂吧？你们会跟比我大，抱歉，会跟比我强烈，或许你们会看得懂。好了，大家都有看到这种游戏就是怎么样弄得很有国际纠纷的感觉，好像在没多久我台就被 ban 一样，很可怕。
不过就随便玩吧。那这种游戏呢，一直以来呢，骨都差不多，只是一直换皮而已。皮儿呢，也不知道有没有买版权，我很怕。什么年代，怎么会有这个皮儿？好，希望他们是有买版权的，谢谢大家。那行，这个字怎么念？有人会念那个字吗？车七七七田毛苗车，我不会念，我中文很差。拆除要17，滋，这个字念滋哦，小滋族就是这个滋吗？好了，先抽个将好了。他这边有将军，不过我不知道那差在哪里。这个是什么国籍哦？我换中华民国可以吗？啊，我可以直接换成中华民国。有一些这种古的游戏，你要换个国籍都不行。怎么不想要当我们大天朝的人，想当小日本鬼子是吧？啊？500钻石，哇，这个球！哎，谢谢卡塔069987，哎，凯亚斯达，刚刚看影片的时候好像订阅我没看到，抱歉。好，啊，这个要怎么玩？这个游戏不就是一直强化自己，然后去打人家，让数字一直跳吗？就是看谁的数字跳的比较快，跳的比较多，谁就赢了的那样子游戏吧，没有记错的话。先招募好了。啊？为什么招了有个绿的？伯里斯、西蒙莱利，西蒙莱利怎么一副 ghost 的样子？欸？我要怎么样？奇怪，最后边这个好像资料片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就是一个日本会超能力的小妹，英雄单位。活动期间几率获得限定将军 ，How？ 领奖？不是啊，啊，获得限定将军要怎么获？维尔利特奖励？我们都是军人，我们要执行任务。他取代的任何是分享奖励，分享领奖哦。我如果把这个放到 Facebook 的话，他会多给我一个包。不好意思，我没有朋友，放到 Facebook 我也不会比较热络。他这么多将军，是不是可以把将军驻守进去啊？维尔利特技能啊，我好不容易抽到一只紫色的，结果你技能尚未开放呢，大哥，尚未开放不如就不要把游戏上市了，真的是很夸张。再抽抽看好了，蓝的，什么金的，怎么都是蓝的，玛莎，哎，有了百合子。Omega， 还有谭雅，谢谢大家，我不用手厨，我也有谭雅了。好了，看来是抽到了蛮稀有的角色，那我要怎么利用这些稀有角色？我可以把它们放在全部同一队，然后出去转个猪什么的吗？战车工厂啊，它现在要升级，所以要花比较多时间，做完之后才可以升级工厂。对，世界。我最近有一款叫《世界》的，我有新的金正恩大爷是三角，太可爱了吧！江恩哥，江恩哥，我要怎么打你？攻击的是真，江恩哥，这是领导是不是？江恩哥，我可以放我的东西去咬你，对不对？哎呀，灵光坦克，江恩哥，你家里面没有放炮吗？哎呦哎，呀。好玩，哎，有呢，他还是有放炮，哎，把那个炮打掉，哎，他放了好多炮，有了，你看这样就赢了，三王三颗星五，对不对？我们把金正恩大爷轰掉了，屌波，希望明天我不会死在路上，惨量，好了，你看这样，这就是这样子的玩法，免费。我可以建造一个别的吗？战车工厂，我放后面一点。哎，不行，放这里好了。我能不能够立即完成啊？可以耶，其实我有蛮多钻石的，立即完成好了。然后再多放一点炮来防御我家。大哥，你这个围墙要怎么？
哦，这样就可以围起来是不是？不是啊，大哥，我想要弄，我想要，哦，哦，这样可以啦。不是啊，我不要，我想要先把我家围起来，我一个围墙要90块，你怎么不去抢？你是觉得实况主的钱好赚？哎、欸，那怎么歪歪的？这样。树啊！好了，算了，有树啊。七八。哎、欸，不对啊，那棵树是不是可以直接帮我防御啊？天然哦，屏障。哎、欸，谁？谢5块，你们都匿名，我都不知道谢谁。要谢的人太多了，就谢天吧。等一下，等我把围墙盖好。我是一个善于防守的人。嗯，这样我有防守的很好了吗？还有吧。哎、欸，它有一个整行哎、欸，我现在才发现。嗯。我的围墙呢，在这里。围墙啊，等一下嘛，先把我家围起来。哎、欸，卡住嘞，好吧，就这样了。我上面围起来了，我再做个炮塔。这样很屌了吧？少界炮。我要怎么用少界炮？哦，少界炮是我家吗？当前位置重送，重送是什么意思？这个啊，少界炮，少界炮，少界炮，这样吧。哦，还要40分钟哦，我家都快爆了，你现在跟我说40分钟，我不气死。好、哦，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哎、欸，那我要怎么办？可是我下面超级空的、欸，都守上面不守下面。资源，有井架，有井架。好了，免费。我可以强化我吗？助手，将军，白盒子超能爆哈！你这个到底有没有买版权嘞、欸？我很怕嘞、欸。将军分解，干！将军分解超恐怖的啦！突然很庆幸我是台湾人，谢谢烟米子，4个月了。哎、欸、呀、啊，我要怎么助手？助手？哦，这个可以助手，这样有，他比较强，这样随便助啦。这样，好，得再去找个人打好了。您的基地火焰丹麦海岸，这个是什么？哦，可以当捡宝。它好像可以侦查吗？这个是什么物资？好不容易拿物资，我还要拿钥匙，是不是？好吧，探索。瑞典北部、挪威北部，这是世界吗？我可以打到台湾去吗？不知道。北海有景，北海，带个有景。这个的话呢，哦，它只能从上面下来，是不是？没关系，我很聪明，先打掉人家的炮。Syria gun。再打人家的炮，好，这样就可以了，简单。来，你看这个蔡兵，有没有看到？这种就是我刚才大家讲说要去打 A 点，他自己跑去打 C 点的智障，妈的都不听人家号令的。Jason 0607，感谢你刚刚的 ID 下面跳一个加10，我以为现在的抖内变得这么漂亮。
上816109，感谢。打爽没？好了，这样就战斗胜利了。这个都是那个把电脑配给的一些小东西而已。如果是，这是什么？以多会有警，之前会等下会到你的基地哦。那如果你要去打玩家的话，可能要再开更大一点。不过东西其实蛮多的，可以让他开吧。金纳将军，全球革命军成为当前最大恐怖组织，威胁世界安全。哦，这 Jason 060，那你有抖内有订阅的人太好了吧？需要三级雷达，哦，雷达等级不够也不行，是不是？哦，我长得好帅啊！哦，哎，双枪帅哥，夜色，射了没？哎，干哇！我直接把它完成了。有钱就是屌大。有井架升，它这个上是什么意思啊？它都有一个上可以升级的意思吗？免费。哇，这个好久。使用道具小增产值。哦，它都可以快速升级了。养成是什么？什么是养成？我要养谁？养我吧。今天有人出3000万买我屁股，叫我不要再工伤了，我一定 OK。不过很可惜没有公告，这是账号 Facebook，老人家射吧。火焰四处先打一打好了，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打。那玩法还蛮容易理解的就是了。这边还有那个地雷，好，要把它打掉。Boom down， 然后我们再出发。跑快点，跑快点，跑起来，跑起来！呜呼，收起来，收起来！哦，还好，其实算好打的，问题不大。免费石，这是什么？哦，我有免费的飞弹诶，这是游戏送的。好，啊，这样诶，哦，爆炸之后就可以得到东西。这个夺回油井不知道是三小还是我按了就有效果吗？还是就这样而已了？丹麦海岸，我看 ，Bring it down to here， 会不会 EA 告啊？我是不清楚啦，不过可能性不是没有啦，我也是啊，怕怕，不过没关系，要告不是告我。不要靠，我不知道。战斗结束时间，哎，右上方还一个，帮我打一打啦，打一打啦，这样不知道有没有三星呢？我的部队打好慢哦，啊，有，他会去打，他会去打，全部打完才会离开。呀。看来就是先把家附近的东西全部打一打，再往外面扩展的游戏了。三哥终于实况红色警戒了，开心！开心！我也开心，我也开心。什么？再讲一次，红什么？是蓝色警察啦。你看我画面都懒懒的，你怎么会觉得它是红什么？红运当头。好了，希望这游戏可以加速之类的。哇，我快笑死了！可以可以，有感有感，站起来站起来！我说的是决战金将军的站起来。不要太他妈每个人现在电脑打一打就突然站起来了，就跟人家说他现在动画要跳着看一样，我每次都不能理解，你想运动还是怎么样？帕多雷夏是吗？感谢雷谢。哦，这一关不好打呢。可以。噔噔噔噔
上面还有一个炮塔要打掉。哎，钱 coming through， coming through。噔噔噔，切，坐下来看吧，请坐，请坐。各位大爷大哥，想坐就坐。你看，这个就是这个，跟大家讲说，这一场直接 rush 比较快，那还是要去旁边打墙呢。啊，打一打，突然人家一直拼灯，才发现到，哦，哥，我是白痴，抱歉。他乖乖跑去打主场，啼笑呢。这关是什么？从右上方侵略，啊！天才知道要回避对方的攻击。噔噔噔噔！五啊！什么？那后面有一个爆了，我要被打成智障了！别！哦啊！哎，没有，他站没有那么前面。灵光坦克靠你了，灵光坦克啊！干，我灵光坦克要爆了！哇，灵光坦克好强啊！请问这游戏是红色警戒 M 吗？不是，是蓝色警察啦！哦，不是，是决战金将军啦！妈的，讲几次？你们是不是？跟我鲁文盲一样忙，你刚看到顶管加上，加决战金将军啦！我要怎么强化我的队伍啊？核电厂，我要做核电厂。训练升级，升级。我能不能够直接立即完成？反正我现在钱多，老子有钱，需要司令部四等，可以四等了没？立即完成，有了。他说我又解锁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了。加农炮，立即完成。他是不是还可以什么进阶啊？进阶变成加农炮二星了。那么厉害啊、喔！好啦，你这么强，我怎么好意思？立即完成哦！你还真的可以立即完成夜色训练。那我要怎么训练？训练添加单位，训练添加单位，好久、喔。夜色，我都会按立即完成不就好了吗？这个游戏到底有什么难度？我这么聪明，电厂全部都立即完成就对了。要五等，抱歉，我菜。Unit ready， 哈哈哈哈哈哈！哎，大哥，你这样不行啊！你好歹换个音效嘛。他说指挥中心二级了，哦，三级了，好歹换个音效嘛。Unit ready 都放进来，这样我也是很不好意思。我就一直升，看升到什么时候够强，我直接去打我旁边那个，我刚好看到哦，这是不要跑哦，有没有？西北英雄七夜哦，我还不去七夜一下？我也是很想要去找找看我们西北英雄，领取奖励耶。哪一个？这个、啊？好，要五场战斗的，好吧？攻击日志，防守日志。哦，我还被人家防，我还被人家攻击耶！基地丢失，我基地丢失了两次，我好菜啊！没关系，我一直强化我的基地。世界
极尽爱丽丝，它是钻石犬哎，太屌了吧 ！Diamond Dogs， 好吧，反正就是数字跳的游戏嘛，这种游戏玩多了，我会，我很聪明。像这种类型游戏呢，玩了至少有超过20款了吧？仔细一想的话，所以我应该也是蛮容易理解的。什么东西要理，直接一次跟我讲好吗？你就不能做成可以领的东西，直接跳到最上面吗？一定要这样子我慢慢拉吗？阿哥，你这个很不人性化。几岁了？2018了。谢谢 Fight Cream， 谢谢。使用。主机的也要五等。谢将军，可不客气。我刚刚搜寻决战689没看到。决战金将军啊，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还文盲。以后我不要取你文盲这种 ID 了，观众都爱学。学又不都不学好的，妈的！为什么你们好多都不学，都学些坏的嘞？射夜射，这个是什么？灵光坦克、哦，灵光坦克要两分钟才可以立即完成，不管不管。哇，不够了，还要扩大空间哦，那麻烦。我够强了没啊？我觉得我蛮强的啦。东西一直领，你看他都不跳到最上面，超浪费时间的。怎么都2018了，还有这样子游戏？那可以用了。刘德米拉，干什么？罗德米拉，我们提醒干。这是什么？钢铁尤里，钢铁尤里没问题吗？你要确定欸，我要打什么联盟军扫荡一次挑战。哎呦干这么屌啊，你们要怕免费。哎呦哎呦，我靠这么凶啊。让我想到，我靠，这么凶啊！有另一款手游都2018了，还是不能跳宝具动画。真的好臭、哦，不想玩了。哎哎哎哎，干，那个好强哦！啊！好臭、哦！你说不能跳宝具动画游戏，我已经不太想上了、欸。我的阿兹鲁蛋已经没有再上了，然后不能跳宝具动画的，我今天开上去本来想要把我的活动道具按一按，发现超累格的，又不太想上了，我就关了。我看大约大去之日不远矣。谢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援。为了避免玩这个游戏抽到卡片，跟人家分享，人家说我在晒死欧洲人、死海豹，操翻你！那为了避免我抽不到的时候，又看到一堆人牌跟我晒，我觉得大约大去之日。三王，哇，有三个死掉了，好可怜。多功能装甲车，装甲车也太装甲了吧？护卫队。哦，可是我觉得我不够强哎，我刚刚随便轰两下，我就快死了。我可能要再强化一下我的队伍。夜色，色，哼，这么色、啊，我还看不起。养成到底要怎么养啊？将军室，驻守中。那、啊、我要怎么升级？升至最高级？哦，身心没有身心，他一直叫我养成，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养。
我可以把我角色强化，是不是？哈特曼，哈特曼脸看起来很臭，可能可以强化吧。哈特曼吃哈特曼。好了，哈特曼不知道为什么多了一颗心了啊？那我可以升别的吧？我不要升这只，我看谁看起来比较顺眼。我有超多刘德米拉的啦，那办刘德米拉好了。好了，刘德米拉变两星了，超诡异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就刘德米拉，我觉得 Ghost 蛮有一回事的、啊，他叫西蒙莱利，或我们把西蒙莱利升高一点好了。我觉得戴毛帽死的特别早，不如你就当做我们的牺牲品吧。哎，戴毛帽的，还有这个戴眼镜的，看起来就是会搞乱我的。基地把我的基地的一些小东西出卖给敌人，到最后说我没有错，我没有错，就打断一条腿，把他丢到船上，让他自己自生自灭，太恐怖了。好，小石油帮，哇干，现在给我小石油帮就米给啊，还有又可以升级了没？要18等哦，我只有17等。那我要18等，是不是我要一直升级别的东西？有了，18等。榴弹炮，我现在那么强，但是我要弄的东西很少。切换编队，我还可以选编队。夜色，这个要怎么样？战车工厂，要两间战车工厂才行啊。还是我可以升战车工厂？射！What the fuck？ 射夜射！我弹出去啊！我想要升战车工厂，你搞林别弹出去。安尼要哪算？大哥，2018呢？账号 EI6D 啊，干没看到 ？Unit ready。Unit ready， unit ready。我想要升级嘞，想要射一下也不行。开服狂欢啊！我进来，你要全部跳一次，我怎么受得了？活动招募，啊，还有什么可以打的？我觉得我队伍真的很弱，我想要强化他们。加速练兵升级，射！我想要飞机哦，飞机要怎么做？空子步，我有空子步吗？行动。空子部要七级训练，司令训练部哦，好吧。研究院，随便按吧。原来是红 X 警戒，蓝色警察之决战金正恩。哎，不错不错，会取。那你也是好都不学，妈的，气死了。我多点灵光坦克好了，我觉得灵光坦克蛮好用的、啊。射 ，yes sir。他不是说要在一个战车工厂建造术已达上限，好吧？炼金厂，谢柴犬汪，感谢研究，我要怎么研究？研发多功能装甲车升级。我钻石快被玩完了、欸，妈的！需要二级研究院皮肤。哦，没有别的皮肤。射！夜射！哈哈哈哈哈哈！啊，我要怎么多增加我的那个、啊？多增加我的灵光坦克。啊，就这么样。我想要很多灵光坦克啊！你有剑指步，没有比空指步高级吗？没有，空指步我觉得比较屌。你在空上指挥呢，你只是在地上剑指而已，然后差。
应该说拿到比较屌。射射，我想要很多灵光坦克，我想要去抬人家的家。有了有了，可以海了，可以海了。嗯，好，差不多可以准备出发，再去多打几个关卡了。哎呦，一次来嘛，真的很讨厌。精英关卡，哦，这个要怎么打？这个正中的两个炮台。你就给他 key 标一下，有了，灵光坦克出啊！是蜘蛛地雷，哎，这不是灵光坦克，这是装甲车，爆了！妈的，我灵光坦克呢？你干爆炸了啦！干！哦，没有啦，灵光坦克在这里啊，北齐哦。我 AB 队 ，Ready Cabran， 我还能会附着在自己队伍上面，超鸡巴的。射射，弯刀要 key 兵啊射，啊你逮就不射，射这个就在打我家射。射这个好硬啊！射，谢谢志宏。射这个可以干嘛？射，射那是集结点哦，我现在才知道哎。哇，我爆了四台装甲车，快爆了！射我的。我的队伍死光了，射我怎么办？射射我去看一下那个旁边那个叫什么西？哎，有一个靠呢，哎呦靠哥，靠哥，我来看一下你家有什么。靠哥，你家好像哦，干，你家有防空炮哎，好像、啊。每个攻略可以用间谍入侵发电厂瘫痪防御设施。哇，好实用啊！射啊，发电厂在哪里射？射，我决定轰这边了。射，射啊，家发电厂应该都爆了吧？射。射他自己烧起来，射！啊！哦，干，原来是他的防那个哨塔。射他的防御设施还是很好用嘞，射！射啊！防御设施会把我打成智障了，射！射那边一个看起来就很像地雷的东西，我灵光坦克要碰上去了，射！射没事耶，射！射他还有一滴血，很浪费我的时间呢、欸。射，射现在怎么办？射，哎、欸，射我赢了。射，呀、yeah ，射我把那个靠打成智障哎、欸。谢谢射，射这场小，哦，有好多东西要练了。我说我今天没钻石了。哎呦，射可以助手呢，射放 Ghost 好了。
射将助手成功吗？射了，可以可以可以。射，我有小石油包了。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原来石油是可以放在包包里面的。还是你把其他东西就都叫做石油？防御，我可以放很多加农炮。我要随便放，气死了！榴弹炮，我是一个可以很拘谨，也可以很随便的人。哦，射可以放地雷，射。射，我决定随便放了，射。总觉得这样很方便。好了，现在要干嘛？我们还有13分钟，挑战看看这个西北英雄七夜好了，我看你有多西北。入侵，立即到达。三星征服，奖励翻倍。我看一下西北英雄七夜有多西北好了。西北英雄七夜呢，有两个炮。哦，其实它也蛮防御的呢。攻击，七夜哥啊！我跟你无冤无仇，不过，我下去了。可以，可以。七夜哥，我的队伍会爆光，你要怎么陪我？哇，七夜哥，你家怎么硬？太夸张了吧！可以可以，炮轰七夜哥。原来是绝丹前呛魂。绝丹前呛魂是什么？七夜哥，我要被那个哨塔打成智障了！七夜哥，救命！呀、yeah, ，我要死了三个大兵。果然大兵就是去前面死的，可怜。好了，我们打赢七夜哥了，可喜可乐。探索一下全球革命金将军，谢谢金将军。捡到宝。肥仔金胖红、金胖格、金胖广，提升到三星，怎样？提升到三星有必要昭告天下的？现在呢？我看，谢谢 It's More， 感谢。Stand by， bye bye bye。哇！一齐攻击，靠灵光坦克了。哦，我们装甲车一整排的时候还蛮强的。Boom down！ 呀、yeah ！你们会觉得打东西的时候，所有人朝同一个目标打，然后？一直秒，一直秒，还是大家分散开来，各个击破会比较好啊？我是说，有一个你们都只是一般大学生，然后后面有一个拿刀子无差别乱杀的怪物在追你们的时候，我看两个防御塔而已。靠灵光坦克，不知道为什么装甲车打人家的基地打超久的。灵光坦克，
yeah， 哇，完全都靠我们灵光坦克 carry。以前也都是这样玩就是了。嗯，这游戏不是刚出吗？为什么会讲以前也都是这样玩呢？明明是我做梦梦的好啊！东南上将地府尼入侵，征服。哎呦，东南上将，你家的防御措施也是做得很好呢，炸你全家！这有意义吗？我家不是我的坦克啊！快来帮我打那个炮塔啊！还有一下，还有一下！干我的装甲车！我开一个死亡绽放包三角。怎么跟红警很像？什么是红警？红茶警探吗？我懂，我懂，我没玩过，抱歉。要玩海战嘛？看起来没有海上措施就是了。哎，你还有什么狗屁东西要打的？我靠，好聪明啊！Comrade, waiting orders. 成功征服，把我消灭了一台车，哎，还可以啦。东南上将地府尼被征服了。东南上将地府尼，北方的神，他这个一直探索吗？探索到我没有那个吧？我操，小，好像可以。谢谢卡塔纳七四，谢。哎，现在呢？这游戏下次改版叫是叫有理的复仇吗？那可能是卡塔纳的复仇啊！恐怖机器人碎片，给我碎片哦！我开，我开，我开！军犬碎片，哦，干军犬超好用的，全部叫去咬人家炮兵。啊！现在今麦被军犬格外用碎片了、哦，够麻烦，干射！这可以立即完成。就大兵跟那个坦装甲车可以用啊。那我的那个灵光坦克到底哪里来的？怎么会这样？灵光坦克在这边未解锁，要碎片跟战车工厂五哦，那应该是一开始送的吧？没记错的话，射 ，yes sir， 大钢财包，大钢财包，听起来很有一回事啊，把能领的领一领好了。它储存空间还会不足哦。啊、那边的话，我基本上被冲那东西太多了，眼花缭乱的。我这游戏很棒啊，就是它有它的游戏的画面跟材质，还有一些系统，就好像十年前我就在哪里看过了，是不是？虽然想不太起来，不过很有即视感，就有一种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买版权的心情，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也是充满好奇啊！好，我看，哇，没有炸到那个，爆了！
别再打我家了。哎、欸，不过他这个塔的防御力好低哦，他家的宝，可能要先从打这种小的垃圾来赚取一些经验值什么的，再慢慢往后面打。你不知道这个游戏有另一款叫《红 X 警戒》《红茶警探之大战青凶七》吗？没有。W 三角，没有，我没听过，不要问，我不知道。哇，这样什么都没轰到，太废了吧！别他妈再射啦！停火！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核子反应炉，有，一定有核子反应炉，我等一下找一下，我记得有。军需必备，什么军需必备？我看不出来哪一个是他们的防御措施耶。二批色警戒，没有啦，是蓝色警局啦，真的是文盲哎、欸！他们而且他们都喜欢去打墙壁哎、欸，明明那个旁边就可以走过去了，到底是为什么？好了，我把旁边的那个地图都清空了，应该还蛮强的吧？波罗的海，我常听到波罗的海这个东西，可是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波罗的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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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没有鲁文的海啊？快打快打！时间不够啊，出绝招！哇，一群人跑到那个旁边，就只为了打旁边那一个小围墙。你要嘛是祭囧，波罗边塞，看来就是跟波罗一战的时候了。快点！我们应该也算远攻角色了吧？应该说远攻单位了吧？怎么会没事一直跑去撸人家的墙壁？也是蛮猥亵的。两根大炮管这么长，跑去撸人家的墙壁，打这种 AI 都蛮简单的，就旁边一个小东西。哦，北方神21等，有什么受的？哎，谢 Jeffrey。754210，感谢摧毁，并断绝关系是我继续。不用不用，我征服起来了，他是我家了。入侵，最后来打倒这个北方的神好了，我来征服一下北方的神。我看一下北方的神，哇，看北方的神家很恐怖呢。我要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入侵，好像没有呢，他每个地方都超凶的。好吧，直接从他旁边的穴开始好了，我炸他全家。加油啊，北方的神！应该说加油啊，我的单位，他的炮一直在输出，我怎么玩？都不懂得先抓人家坦，先抓人家的输出呢。完了，我单位已经曝光了，我灵光坦克也不见了。谢谢大家。想要征服北方的神，完了还是言之过早啊。投降啦！再炮再炮，加油加油！哎、欸，哎、欸，我还可以再撑两炮。哎、欸，
谢大家，赶快提升实力吧，对不对？这种游戏我就称为怎么样？我之前有说过，它是一种游戏类型，很像。好了，我家死光了，我队伍什么都没了，吃自己吧。谢谢大家，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没有办法征服北方的神，至少我还可以回来自己养谭雅之类的。好，这个我们决战金将军，我是觉得这种类型游戏非常多的，这边还写活跃度呢，还有繁体中文，不错了吧？不好意思，三小，不好意思，三小，即将结束又是三小，管他。好啦，就到这边吧，休息休息，感谢各位观众，再见。